似呢个农夫嘅一个工作嘅。呢种热情令到我日日都好想快啲去到我嘅花田入边去种田，可以见到佢哋开心快乐嘅表情，令到我觉得都好快乐啊！咁嗰个农夫，你谂你除咗种田之后，亦都会有起嘢呢一个副业嘅？系因为其实我爹哋妈咪系一个建筑师嚟噶，佢哋都从小教到我呢样嘢。即系虽然建筑对我嚟讲冇种田咁重要，但系不过我依家做到建筑师嘅工作咧，主要目的都系为咗我种田嗰阵时咧，种田嗰阵时，因为有机会会俾。有機會有太大雨水，導致我驚佢哋會個冇發生過任何嘢，冇發生過任何嘢。咁酷酷農夫，點解你會？除咗起嘢種田之外，都練到一身好武功嘅。因為我掰不下去了。点解你会咁乐于助人，愿意为呢个世界所有嘅人民提供咁富足嘅生活呢？系因为呢个我嘅师傅，我最尊敬嘅老师所教导我嘅。从我遇到呢个老师咧，我人生改变咗。你 you know why？ I don't know。系因为佢块面系佢个名系酷酷农夫，酷酷农夫，我想问一问你，你觉得你攞到而家呢番成就系因为咩原因呢？因为我几家精神支柱，系我唯一嘅信念。可唔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对乌乌嘅感情，同埋你呢一个绿化环境嘅理念呢？当时我未知道乌乌系乜嘢，我当时系因为好疑惑，乜嘢系乌乌啊？但不过自从我深入了解咗之后，我发觉是一个十分美妙的东西，会让我感到到生命的乐趣。为什么你会对绿化环境这么有兴趣呢？讲真的，其实真实的原因呢，我希望大家都大绿帽。我希望大家的头顶绿绿地。那最后我们想知道一个 information 是，如果想好似你咁样绿化环境，你觉得应该要有啲咩条件或者系咩理念呢？你只要相信乌乌带嚟嘅力量就得噶啦。仲有一样嘢想讲，就系咧，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种田嘅嘢或者乌乌嘅嘢，不妨嚟我个群组 group 阿 Cuckoo 农夫 group， 嗰度可以分享翻乌乌关于乌乌嘅事情，以及我种田嘅心得。多谢。希望大家可以买多啲嘢，令到你嘅头顶都可以发亮。好，多谢我哋亲爱嘅绿化环境主席酷酷农夫嘅带嚟嘅一个精彩对话，多谢大家。好多，拜拜。好，打佢，打佢酷酷农夫，连到 yes，G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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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